别提了，听了三场，长了两斤。长了两斤？嗯，那你去增肥去了还是减肥去了？反正钱不能白花。得了吧，我看看，就是骗人的。我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哎呀！喂，你死哪去了？今天晚上7点半准时排练。不是，我是为我自己吗？我是不是为咱们乐队找？不好意思啊，哎，你想多了，没跟你说。哎，你他妈是吃榴莲了，吃大便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卖给你怎么着？我没有人身自由吗？什么玩意？你对我说不好意思？哎呀，谁呀？眼瞎还他妈瞄那么准？公司要的是格局，你从一无所有到现在高高在上，靠的是背离初衷、背弃信仰吗？错，我对音乐的信仰和初衷从未改变过。王总，直播那边打电话过来，再不把 DJ 的曲子改好，就要跟我们解约了。好好改改改，不是加个唢呐吗？加加加。你们是鱼，是大鱼，是大鲸鱼，公司是水，是大海，是大汪洋，只要你们在里头敢扑腾，洋车洋房，身姿曼妙的性感女郎，那都不是事儿。老板，这3个月没交房租了，能不能先把工资给结了呀？上个月不是公司为了扩大经营吗，开了1家分店，你得理理。那把这个月结了也行啊。那嘴给我闭上，散会啊，散会散会散会。我的人生就像一场噩梦，在梦里就是不断的跑啊跑。在遇到老三以前，我梦里的世界是一片黑白。放开！救我呀！而遇到老三之后，我的世界就全他妈黑。有时候就禁不住问，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生命的意义在于选择。欢迎大家来到 LZ 疯狂的摇滚，疯狂源自激情，摇滚成就梦想。如果你想让你的音乐插上翅膀，来吧，这里有属于你们的舞台，这里有音乐。妈的，你他妈就看上次被我折腾过瘾是吧？哎，宝哥，宝哥，你今天不是不回来吗？你怎么回来了？这都是我家，不是炮房。我操你，滚！这回是真爱，是真爱呀、啊！哎呀，这几个真爱啊，几个真爱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叉了是吧？啊，外面那么多酒店你不去，非得他妈我家里，还他妈往我家里，我没你他妈就看我一身怒火没地儿泄，过来给我火上浇油了是吧？我鞋呢？我鞋呢？我鞋呢？赶紧穿裤子，什么鞋？你进去。Hello， 王叔。王叔，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叔，你看，这是我妹妹。是干嘛呢？这是？我们在开 party 呢。东宝，你行啊你啊！咱们楼上有搞房的、搞车的，旁边有搞艺术的，你行啊你！哎呀，刚一女人。那咱们。
三人一块搞。哎呀，误会了，这是我妹妹，这我弟弟。少废话，我们加钱，必须加钱，加钱，加钱。王叔，你不带这样的呀？不是，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少废话，加钱。王叔，你别这样，我陪你相相姐不行吗？啊，我就陪我弟弟。哎，来了！欺人太甚，连香皂用的都是我的。不是，宝哥，反正你一个人也用不到香皂。啥？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宝哥，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丫才用香皂呢！哎，说，什么路数？这不昨天去帝豪酒吧喝酒吗？就是聊着聊着就回来睡觉了。你丫脑子被驴踢了？这驴得定几层熊掌才把你整成这个熊样了？这咋的了呀？我这带套了吗？啊？你不怕染病啊？连娘叫什么都不知道，你敢往家里带？问了，问了，问了。他叫欢欢，还他妈洗洗。车钥匙，滚蛋！车钥匙？行啊，宝哥，我一直都以为你很低调呢。揍去！自行车，出门坐数第三个，滚！臭嘴巴！自打坐这儿，那嘴嘟嘟嘟嘟嘟嘟嘟，跟拖拉机似的，就没闲着过。我出去。王叔，您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将军，拿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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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让你那臭嘴嘟嘟的，我脑袋都打给你。哎，什么事儿啊？哎呀呀呀呀！你呀，把舌头捋直了，慢慢跟我说。什么？干嘛去？我的话当狗放屁了是吧？连个响都不带有的！我，宝哥，宝哥，你冷静！宝哥，不是啊，我哪知道那么寸呢？我也不知道他是彪哥的妹子呀！你瞎呀？啊，眼睛有点裂了是吧？这回趁你欢实了，你给我欢他，你欢他，你欢他！你，你别说风凉话了，你这不是想个办法呀？是不是？你这样看着彪哥弄死我，跟你讲，弄死你都不该干的！你管不了你裤裆子的，你早晚死在这上面！别说了，你有没有钱？我先跑路啊！赶紧给我躲远点，躲一阵子。宝哥，这点钱就够跑到通州的。你他妈！哎，宝哥，钥匙给你，下回记得锁车啊！我先走了，宝哥。
这里有一流的评委和嘉宾，这里还有丰厚的奖金和奖牌。是的，疯狂不是疯癫，摇滚不是摇晃，来吧，让。妈，姐姐好，爸爸的身体好些了吗？您一定会感觉很意外，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给你们写的第一封信。我没有选择电话是因为，爸，我跟您说过，我不喜欢这个专业，这是您给我挑的。别跟我啰嗦那么多，你赶紧买票给我回来。我暂时回不去。你不回来是吧？你小子有本事，永远也别给我回来，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上次跟爸爸不欢而散，不知道爸爸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我考上大学时，爸爸高兴地送给我一把吉他当礼物。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支持我做音乐的。妈妈，您还记得亚楠吗？您还夸过他很懂事。我一直喜欢弹吉他给他听。姐赏你的。可是后来他开始不喜欢我弹吉他了，所有人都开始攀比房子车子，而我却想把最好的音乐唱给这个世界听，可是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亚楠，你别这样，你听我解释。你要你的音乐，我要我的生活。亚楠，妈妈，难道我当初的选择错了吗？微臣，这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都到日子了，消一下呗。交个房租，至于的吗？鸡头白脸的。
梦想不等于市场，不迎合市场我迎合什么？梦想当饭吃啊，我总要考虑市场能不能被接受啊。哥们儿，这几刀挺带劲儿，加油！谁呀你？有病吧？不就是排列规则的碳吗？干嘛卖那么贵？还一颗恒久远。不买我就不流传了。能够流传下来的一定是值得我们拥有的。我们这款车不管是功能上还是外观上都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来开。那边有现车，可以过去看一下。这边请。您这边请。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辆车先。姐，我真去不了了。我觅了一个帅哥，唱歌特别好听，准备献给你。你就花痴吧你，重色轻友。谁像你呀、啊？钻石天天转，粒粒不沾身。你们家那双筷子就算是黄花梨的，能值几个钱？筷子怎么了？能吃饭，靠谱。再说你没筷子，你拿手抓饭呀、啊？得得得，姐，我错了。这回是文艺男唱歌，那叫有味道。哟。你还改走文艺路线啊？我总觉得他的歌声跟别人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嗯，魂儿都能跟着走。行了行了，别花痴了。我要去坐车了，你早点回家吧。明天聊。嗯，好。啊。我给我也打过电话了，明天来修。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天又卖出去一辆车，这个月累积下来，我可能是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呢。屋里空荡荡的，你却。
实在难过，回忆不再是你告诉我微笑着爱，舍不得离开，你却已不在，我们的爱在，却一切都是。你还真的把跑空中来了？宝哥，我这不是怕你看不着我，想我，我怕你被别人逮着死无全尸。哥，我都这样了，你不能盼我点好吧？大，咱出来混得讲规矩，别人的钱可以骗，但女人不能碰。我错了还不行吗？你现在才知道错，早干嘛去了？别老是把梦想挂在嘴上。什么是梦想？梦就是欲望，想就是行动。你要把行动和欲望放在一起，变成结晶，这才是梦想，你知道吗？现在就知道泡妞，你没事你不能看个片啊？那么多网大，欢欢他又不是潘金莲。都散会散会啊！保安部门啊，把这个窗户门都关好了啊，注意防火防盗。嘉玲你别走啊，我宁可让这些无病呻吟的曲谱占满你的桌子，都不肯给我这种纯粹的音乐一点机会吗？我说你怎么就一根筋呢？想要发歌必须按我的改。你再怎么下去，你早晚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怎么又绕回来了？就是你犯事儿还不能让我嘀咕几句了。明天我要到市政府提个案，你把那材料给我准备好。我告诉你啊，不整完不许回家。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为兄弟那叫仗义，为女人那叫作死。我知道，宝哥你说的对，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大哥，我就服你。我老服你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就知道四姑娘，你没见过女人，走，没见过这么大的。生日快乐，该赏脸一块吃个饭了吧？谢谢你的花，但今天我男朋友陪我吃饭。男朋友？林小姐，你应该知道啊，这附近的楼盘都是我爸的呀。我有高楼密集恐惧症。好，够直接。咱们走一下。你干嘛那么直接呀，心疼啊？你飞出去，傻了吧你？一个中介能跟人家比吗？那我把介绍给你。哎，好啊，你打算今天和你家那个吃什么？
好的谱子呀，干嘛扔了？被炒的废品，留着它有什么用？谁说废品的？多好听的音乐呀！你谁呀？你听过我写的歌吗？我当然听过了。听你的歌，就像在夜空下冥想，在大草原上奔跑，在海边踏着浪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服。别想了，都脏了。你要是真喜欢的话，我把这首歌发给你。不用了，夜色撩人，我有。看来你还真是我的粉丝啊。那当然喽，如假包换。哎，嗯，你看，这儿有封信。这是我妈写给我的信。你看，多亏我吧，不然就跟你那些乐谱都飞了。小陈，收到你的来信了，家里都好，你爸和我的身体都好。那天你爸说了一些狠话，说完也就后悔了。当初啊，我就不该给他买那把吉他。玩什么音乐呀、啊？这不天方夜谭的事儿吗？闭嘴！我自己的儿子，怎么教育我知道？你误会你爸了，你爸爸希望你实现梦想。他也不想耽误你，不是非得让你继承老店。下次回家，你们爷俩多聊聊，别老拧着干。至于亚楠，他是看中了你的。每次过节你不回来，他都会回来看望我和你爸。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很心疼，怕你希望抱得太高。魏晨哥哥，这些歌都是你写的吗？嗯。那你最喜欢哪首啊？都是随感而写，随性而唱的。这么多歌，那总有你一首最满意的。那是一首最动听的歌，是写给他们的。公司要的是收入，公司要的是格局。钱钱钱，你满脑子都是钱，除了钱你脑子里还有些什么？他们还有他们，你说没钱公司怎么活？老板，二十个羊肉串，少放辣。20个，20个串。哎，好，好，先坐到这儿，等一下。哎，哥们儿，用下火机吧。啊，谢谢。哎，老板，我要三个串，三个板筋，然后还有韭菜，还有个鸡蛋，好吧？好嘞，带一瓶啤酒。好，谢谢。好，坐那儿。我们的爱在。
病啊？哥们儿，这音乐，我媳妇儿朋友圈分享的，怎么了？你媳妇儿，我的，啥？你媳妇儿那个，我弄的。不，这歌歌这歌，歌怎么了？舍不得离开你，却已不在。我们的爱在追求的。不错，要是加个贝斯就更好了。是啊，就少个贝斯。我以前是玩乐队的，我是主唱。不过后来我们乐队解散了。哎，哥们儿。我之前啊也是搞乐队的，哎，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学校16支乐队，我们乐队拿第一。哥们儿，这样，我今天遇见你特别高兴，这顿饭我请了。哦，别，我请啊，我请。这样，咱们都是玩音乐的，有机会一块合作，你做我的贝斯。可以啊。哎，这顿饭我请。哎，别，我请。你坐着。哎，一定是我请，一定。来，哎，一定我请。真的，这顿我请。我来，我请。来，你坐着。那你们俩到底是谁请？我请。看，喜欢音乐，牛逼，去参加比赛啊！来吧，这里有属于你们的舞台。你也想？这里有一流的灯光和音响，这里有一流的评委和嘉宾，这里还有丰厚的奖金和奖牌。是的。这个节目我以前就关注过，都是以乐队的形式进行比赛。来吧，就算咱们俩去了，至少还得有个键盘手吧。我媳妇儿，哎，我媳妇儿搞键盘的。看来啊，这顿饭你请定了。好，我请。这不就行了？这顿饭我请了。等你们比赛赢了，到我这儿包场一个月，怎么样啊？行啊，来。答应你，做你的贝斯。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月亮代表我的心。林轩，生日快乐。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林轩，
我想好了，我要组一个乐队。啊！行，别别别，说不行就不行。王叔，我们最多练一个月。不行，你们这么叮叮咣咣的，人家还睡觉不睡觉？我们晚上又不练。不行，人家白天就不休息了。那我们加钱，加钱行了吧？啊，加钱也不行。我们单位的炼钢车间已经废弃不用了，你们把它收拾一下，先用着得了啊。老行啊。怎么不接电话呀？没事。你把嘴给我闭上！你把那材料给我准备好，听到吗？不准完别走啊！我休息，回来我就在等着资料呢。我的时间也需要周转，我不去。佳丽哥，太帅了！哟，来的挺快呀、啊。昨天跟你说让你跟我一起打扫，你不来，良心发现了？对呀、啊，良心发现了。我发现了个特别好喝的奶茶，给。哎，贝贝，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呢，昨天叫你来你不来，今天就自己风风火火跑过来了，原来是来见偶像的。等会儿，偶像，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我分享那音乐是贝贝给我的，魏晨是他偶像。哦。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少个鼓手。哥们儿，哎呀，怎么了？找我干啥？我这边吧，刚组一乐队，打算参加疯狂摇滚。组乐队啊？这个还缺一鼓手，想拉上你。不知道你这给多少钱啊？这都忙，听得见吗？我们研究上市吗？养牛呗，那玩意儿去啥？赢比赛怎么分钱啊？不是，是这样，你签经纪人了。那好吧。哎，再见。
靠谱。他们也太黑了，我朋友找的那鼓手要8000，想听想疯了。算是便宜的了，我找那人张口要10000。你们这好歹还有个价呢，我那同学直接让我找他经纪人去。那怎么办呀？没鼓手也不行啊，可那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这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要是我那自行车没丢的话，说不定还能卖个2000-3000呢。自行车？哎，我想到一个人。我的车！小偷！喂，站住！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追！下来，我不下。来，你有种我还跳。我没种。不是你跑什么呀？我自行车都给你了，还追？你不跑，我们能追啊？你不追，我能跑吗？我追你又不是因为车子的事儿。那是因为什么？你下来，跟你聊正经事儿。小子，敢偷我车，可不收拾你！嘉宾，你回来！你快试试！你刚才撞死我了。我又不是故意的。那你为什么不说对不起？不是，少跟他废话。哎，你不愿意跑吗？跑啊！你让我跑我就跑啊！哎，你们是不是靠人都欺负人少？来，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快啊？哎，我去，小友乐意。你偷人家车，你应该道歉才是。你这丫头片子，你凭什么说我偷别人车？大家先消消气儿。我问你，家里那车是你偷的吗？怎么可能？那有哥们给我的。给你有钱是你的吗？哎，你嘴怎么这么臭啊？他不抽你丫的！碰我先试试。别吵，别吵！车子已经找回来了，别不依不饶了。咱们先谈谈正经事儿。哥们儿，我们组了个乐队，现在正愁没一个鼓手。我看你鼓敲的挺好的，看能一起玩吗？他鼓手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鼓什么手啊？愿加就加，不加拉倒。人丑有他这么说话的吗？哎呀，哥哥，原来你就是魏群哥哥说的那个鼓手啊！他经常跟我们提起你，我们乐队现在真的很缺这样的人手，你就加入我们吧。你等会儿让我捋捋。
你们让我加我就加，那我多没面啊。哎，多少钱啊？我们乐队现在要参加比赛，赢了有10万奖金呢。就他这样行吗？哎，会吗？不会。哎，你们去打听打听去，我曾经也是少年宫的头牌。这没电了。挑一个，来呗，没问题啊。谢谢。行不行啊你？我会了，会了，我起来，起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子啊，来。Thank you。不能好好练啊，东宝哥哥，你就好好练吧。休息一下。是，小意思。宝哥一点都不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你说。啊，没没没。说，继续说。都说帕金森了。我不喝，你就是我的奶茶，喝它干什么？哎，拉下。这他妈是来参加比赛？后面就用打鼓声，早成了。慢慢来嘛，还慢慢来。先别飘了，哎，别拼了，继续练。再歇会儿，我还早嘛。还早，还有半个月就要比赛了，就你这样，能上得了比赛吗？你这段时间，敲过一首完整曲子吗？就差两分钟了，是吧？再歇会儿怎么了？要歇你回家歇去。哎，滚蛋！我他妈，你过来好劲，你知道吗？停。小叶，我不玩了。爱练不练？宝哥哥，你别冲动。大家都着急。我看来东宝虽然平时吊儿郎当的，但他还是挺有天分的。时间紧，临时换人是不可能的。我看他手一直在抖，应该是用力过猛造成的，不像是装的。他从一开始就看不清。不是这样的。江林哥性子急，但人挺好的。还有半个月就比赛了，刚刚是着急了，你别跟他一样。这次比赛特别重要，你知道组建乐队特别不容易，如果没有你可能就走不下去了。坐
我有那么重要吗？转至帕金森，你才帕金森。太土了吧！那你想一个不土的呀？宇宙无敌超级复仇者联盟什么之类的吧？斗志挺好的。斗齿？那是罐头。斗志不是斗齿。那年轻不要等我，慢点，妹妹。电表报字转这么快，豆豉时间久了可是会发霉的，会发芽的，怎么还豆芽呢？怎么了？我又说错话了吗？豆芽乐队，干嘛呢？你们干嘛呢？我们报名参加。你知道是干嘛的？你们就报名参加比赛的啊？来来来，让一下。我什么人都有。来，坐下。看好了啊！里面走。干嘛呢？他们怎么会过来？人家在这参加比赛，没在这。还能上电视呢？我们看到现场报名的选手众多，我们看到了偶像天团高崎乐队，希望我们这次在比赛当中能有最好的表现。然后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校园好声音的冠军队伍 SVP 组合。大家好，我们是 SVP 组合，我们能够和这么多爱音乐、喜欢音乐的人一起学习，然后我们特别的荣幸，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全力以赴的。呀，这是我，看我帅不帅？贝贝，你说我下回上电视的时候，我是不是得换个发型？要是进不了前十，这将是你最后一次上镜，嘚瑟什么？能不能进前十就靠你了。今天报名很顺利，明天大家休息一天，我回去改改词也行。我明天正好陪客户去试驾。哦，对了，嘉玲，你不是明天也要回趟公司吗？哦，是啊。要不你先到这儿吧。那你们都去忙吧，反正那个我得不能歇着。司马哥哥，你不本来就没工作吗？你再弄点，我现在可是上过电视的人了。你看你脑袋摔坏了吧？
接下来将由老牌摇滚乐队爬梯组合以及新生代组合高旗乐队，还有我们的校园好声音 SVP 组合为我们带来火爆的对决。的竞争角逐，我们现在的观众和评委已经选出了最佳的20强。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开心，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会加油的。全力以赴，耶！我觉得这个豆芽乐队啊，挺不错的，而且他们这个音乐风格非常多变，最重要是他这个主唱的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作为一支业余的乐队，能有他们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很难得了。对，我觉得他们需要鼓励。可是我们需要的是有利于市场推广的乐队，作品好只是一方面，但是从他们的形象来说不太适合推广。可是他们在微博上的粉丝还是非常多的呀。我再想想。现在宣布晋级名单，爬梯乐队 SVP 组合，山峰乐队，高旗乐队，呐喊吧！
一切都结束了，解散吧。就这样解散，太可惜了吧。已经没有机会让我们施展了，解散吧。大家都还需要生活。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解散的，我们可以去酒吧驻场，又可以继续排练，又可以增加收入。酒吧驻场？哎，靠谱。对对对，我喜欢那场面。这下就好了，我们就不用解散了。哪有那么容易？酒吧驻场的艺人都是固定的，我们又没关系，怎么能让我们说去就去呢？哎，魏晨，你之前不是和一酒吧合作过吗？要不你打电话问问。嗯，魏晨哥哥，你打电话问一下吧，这样我们就不用解散了。嗯，好，我问问吧。你今晚就问啊。酒吧住院多少钱啊？谢主。谢东宝，哎，哎呀，这不是彪哥吗？彪哥啊，这嘛玩意儿？表哥也没见面啊。谢东宝，风光无限，不出老千，该玩瘾药了。彪哥，你看。哪个风把你给吹的？甭跟我套近乎！你要不是上了电视，八级风能给我刮劲儿了。甭废话，人哪儿去了？您这么大人物是吧？你带这么多兄弟来，咱得给自己留个面儿。你说嘛？别跟我提面儿！我妹妹都你妈妈让那王八蛋睡了，还你妈要嘛面子？别跟我扯别的啊！你赶紧告诉我那王八蛋在哪儿了！我真不知道你说是谁。我这样，他们知道，我连我自己都顾不上了，我还能顾上别人去哪儿吗？是吧？咱说一说，给我装干啥？行啊，那咱就老账新账一块儿算喽。哎，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一点素质没有。素质？你一边去！他丫头骗子！你别以为我不打女人啊！我一旦逼逼我就抽你！你敢打？他娘们儿，娘们儿不知道怎么回事，敢不敢？敢不敢？敢不敢？哎，你家老爷们怎么跟女孩说话呢？男人说话。你们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就不干净。这是乐队排练的地方，你们几个在这撒什么野，都出一场。来，他不懂事，咱吹水，咱吹水。我给擦。我擦。今天就在这儿吵吵了。我告诉你，谢东宝，今天你要是要跟我说什么一二来，不错，不要，我非跟你这儿砸了，你信吗？你他妈敢试试？给我砸！就是往死里打！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and she's buying the stairway. There she goes.妈，我爸怎么了？怎么可能啊？那等着停业啊，咱这店刚刚扩大，贷款还没还完呢。可万一把身体搞垮了，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身体啊，没事。哎呦，妈！哎呀，晨晨，你脸上伤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坐这儿。爸，你别太拼命了。如果你真想开店的话，我帮你。你给我帮忙。别跟我添乱就不错了。我上高中之前每个暑假都到店里来帮忙了。那叫打杂，那跟经营管理那是两码事儿。可是什么呀？你那音乐呢？我会放弃。什么？你想当逃兵？不是，我是觉得继承火锅店可能会更好。那您以前学音乐的时候说了那么多大话，结果就这样。现在怎么样？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交给你。哎呦，他爸，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啊，要是一门心思经营这个店，也就罢了，那另当别论。可是你现在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你心思没在这儿，那火锅店能搞好？你心一劲儿一过，到时候你就该抱怨了，我青春全浪费在这里了。那音乐，那才是我真正的追求。没那回事儿。怎么没那回事儿？我都知道。到时候你就会抱怨了。我为了我弟的身体，我接了一个火锅店，我为了这个家，我做出了牺牲，啊，我为了孝顺，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事业，总之都是别人的错。你说什么呢？给我闭嘴！你有什么道理，你可以讲出来，我听听。你一直坚持搞音乐，你搞成了吧？没有吧？你不听父母的话，那一心扑在一件事上，那你就只剩下这一件事。你这一件事都没干成，倒以为自己能干好火锅店，那你也太小看火锅店了。微臣呐，你给我听好，我也好，那火锅店也好，还都没有脆弱到让你照顾的程度，所以啊，你其他的都不要去想，你现在就应该奋斗一番，到北京去闯一闯，即使失败了那也无所谓，回头一看有你自己奋斗的足迹。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啊，你就别给我回来。你听明白了吗？明白。看了你简历，你说你想找一份关于音乐的工作。对。嗯，喜欢音乐为什么不坚持呢？为了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一点。美女，再喝一杯吧。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本来就喝一杯，再来一杯吧。不会喝酒。小林怎么这么没觉悟呢？怎么也要给黄总一个面子啊。来，好，我喝。
那现在为什么要做音乐呢？因为放弃了，生活并没有因此过得更好。你好，是亚楠吗？还有这么大的鼓，还有这么小的，就摆在你前头七七八个。宝哥当时就两根棍儿，就两根棍儿，我就叮了光了，叮了光了。彪哥，宝哥他真不知道我俩的事。您要是有气，您就找我，随便打，随你骂，你想怎么样随你。嚯，仗义！哎呦，酒瓶子事了，来一段。让哥几个好好见识见识宝哥的手段。拉倒吧你！你们知道啥？你们就会打架泡妞，还来整虚的，喝别说废话，还喝在这儿。来！妈玩儿，真爱。三儿，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恭喜呀？谢谢哥。彪哥，敞亮！敞亮！我打你！
魏晨一直很消沉，他写了一首歌，打算在决赛上演出用，可惜没机会了。你能把他最后那首歌的谱子给我吗？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要呢？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他，替我保密好吗？他们真的愿意听我们的歌？不可能吧，做梦也不带这么做的吧。是真的，是真的，他们不但要听我们的歌，还要签约我们的乐队，我还是你们的经纪人呢。天哪，这太神奇了。耶、咱们林轩吗？啊，是吗？真的？爸爸，这都是住我家的。哎，快看快看，这小伙子在上电视还对上怎么回事啊？别傻乐了，等着那俩孩子来包场吧。哎呦，唱的真好！我认识的孩子有出息啊。大经理，哎，这几个动作。都我教他们的。
们新歌做好了，这两天就给您发过去。哎，好嘞，哎哎。喂，杜马，你死哪儿去了？